席是葛太太进来的，你怎么看到这个评价？哦，我是这个我们党内的这个前辈哦，推荐我进来的，跟我现身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从来就不干预我今天的工作。那我并不认识蔡丽敏女士，这个好像也讲过，然后蔡女士她也有公开提过。那委员在专业度上面，您认为说你有什么样的专业能力或者是资格能够来担任这个委员？是，上次主席有讲过哦，因为我长期在这个社团做服务的工作，那我们这些社团也长期都有很多公益的这个相关的事项哈，所以我想可能他们觉得我的形象比较清新，能力在这方面很多长辈也肯定，希望我在社服这一块能够尽一点心力。因为委员有爆料说是马前总统推荐您，他说是马前总。曾永权副秘书长，他在那个会议中有提到说，马前总统推荐您跟陈以信，所以要把邱毅挤掉。哎，不清楚哎，但是这个事情哦，在家里只有我跟我先生，包括我的小孩都不知道，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小孩全部都是在名单出来，他们才非常惊讶的知道，所以应该这个。而且我刚刚所谓的前辈不是吗？是刘世良委员吗？是。那他为什么会推荐你？因为他是，所以他就等于知道我长期在这个领域啊，有一些知道我做事的这个，可能觉得我可以进法院做一些事情。因为包括你是，因为有些蓝营的人说，因为不知道你是谁，希望你退，那外界有一些诟病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样证明自己这样子？我现在也还在这个不是安全的名单，所以我想我还是要尽力的服权啊，希望我们的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，然后这个还是要立法院要争取过半，也为我自己要争取进入立法院的机会。好，那我希望我以后我还是有很多在全球，我很多朋友很多资源，我想可以在这一块运用。那么也恳请各位媒体哦，能够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哦我们这个儿少啦、青年啦，还有关注我们的这个弱势妇女，还有这个老人啊，监督这个长照政策啊，多去关怀这个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，你们多给他曝光，他们的资源就越多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团体或组织？这边好，我们是这样。